Hello， 亲爱的小朋友，晚安！我是小安姐姐，让我们一起来听上帝爸爸的话，一起来向他祷告。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二到十三节，所以自以为站得稳的，需要谨慎，免得跌倒。你们所遇见的试探，无非是人所能受的，神是信实的，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。在受试探的时候，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，叫你们能忍受得住。有时候我们会遇到一些不可能的任务，认为以自己的能力一定无法完成。但在今天的经文中，神给我们的应许是，他绝不会给我们超过我们能力所能负担的困难，并会在困境中开一条出路，让我们可以胜过困难与试探。不过，除了外在的困难之外，有时候困住我们的反而是自己的坏习惯。例如，时常睡过头，所以常常迟到，或是因为爱生气，身边的朋友越来越少。不要觉得，我就是这个样子，改不了啦。当我们愿意依靠神，他一定会带领我们突破现状，帮助我们前进且得胜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有时候我会被自己的坏习惯或困难困住，但是我知道你给的不会超过我的能力，你会为我预备更好的好出路，让我的生命可以成长，靠你得胜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